就是今天的那个风感觉有一点大，比上次中暑还大。啊，谢谢陈爸一直带着我，而且还借那个就是鸡的酒盆，啊，有好多。然后谢谢今天补给了家长，然后还就是拿那个类似感冒药给我吃，然后现在有好蛮多的。啊，谢谢老师带我们骑这趟的旅程，感觉自己的那个腿力还要加强。然后希望明天可以骑到潮州车站，然后完成。